也个由这欧宝社代主办的这溪湖长老教会协办的圣诞节活动。虽然讲哦，这暗时天气是淡寡冷哦，但是袂少热情的民众同款是拢到场来敬上圣旨。这主办单位阁特别用这葡萄藤哦来搭这祈福头，或者民众写着这愿望。这现场也个学校社区共同安尼上台来演出，插着了活动很有气氛。成功高中的学生用歌唱一个舞蹈带动现场欢乐的气氛。这就是欧宝社区大家主办溪湖长老教会协办的圣诞节活动。整个暗时啊，天气较寒，但是真济热情的民众依然是到场来敬上圣旨。感受圣诞节欢乐的气氛。我们是看到广告单有这个活动，感觉非常有意义，在这边观赏。那他们故事有小孩子在表演，说是一个耶稣出世的故事。现场会当看到主办单位是特别用这葡萄的顶来做这祈福塔，和民众写愿望，一个各式各样表演节目。各代卡民众则会感受到这部老节一个多样化。今年是由我们湖埔社区大学主办，这一次的圣诞节晚会。那我们今年邀请了很多的社团团体，包括我们成功高中的管乐团，还有我们西湖镇很多的一个社团来一起共襄盛举。希望呢，能够在这个寒冷的夜晚里面，能够把圣诞节的晚会带到最高的气氛，让大家感受节庆的喜乐。那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呢，大家可以借由我们的祈福卡呢，把新年新希望把它表现在祈福卡里面，能够透过社区跟教会的力量一起结合，让更多的人在寒冷的冬天里面享受到圣诞的温暖，也让这个社会能够看见温暖的力量啊，更期待我们大家一同来享受这圣诞的喜悦。欧宝社代表示，这摆是头一摆来举办圣诞节活动，希望透过着结合学校一个社区到店来参与，和大家都能提早感受到过节的气氛。圣诞快乐！就是新闻用完，K 欧报道。